介绍这一块就到这里了。好，我想因为有感的话，因为我这次跟廖尊去高山岛，那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很棒的地方哈。那那边找时间，我们再跟人家好朋友一起过去看一下哈。啊，既有敬礼，像那边一起哈，揭牌仪式啊，我们请邀请理事长邀请贵宾啊，我们进行揭牌。那我们是那个姚主任嘛，我们有六位，那是不是请你们三位一起过来，好吧？来，愿是是是。那另外我们请那个两位，谢谢。那我们三位在这里，我两位辛苦。轻轻的，先谈着就好，先谈着。先把前面座先从旁边一下啊、哦，那因为记者今天很多记者朋友来哈、哦，啊拍照的那个，哎，啊。就要正式揭牌哈，来，一、二、三。好，鼓励一下哈，啊，感谢，谢谢。好，请各位来宾，请坐。来，大家啊，跟你拍照一下哈。到了，一下，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各位。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啊，我们今天来所有记者朋友哈，啊，还有我们嘉联台啊，特别啊来听一下您上午的谢谢。印象是的，今天仪式，对，张总。好，接下来哈，我们这个有进行那个整个政治的一个签约的签约的一个重点事项啊，我们有我们海峡。是啊。签署和正义意向书哈、第一个单位屏东县观光休闲产业策略联盟第二个我们吴理事长吴立伟兄就位那个签约的Thank you.
宜宾县啊农业的产业啊，这是啊整个啊第一关先北京哈，整个大陆，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啊今天国际哈，能够啊把宜宾县农业啊推广出去啊。吴理事长哈，接下来啊，他们各自有准备的小礼物哈，我们是不是交换小礼物一下？好不好？啊，先好，我们姚主任有准备啊，从特别从北京带过来的哈。
来那个来人。
谢谢，谢谢各位。对，照啊！好好，照
先我两两分钟就结，就结了。两分钟就解决了。
上台耶，香港 EMB 要解中文的呀。Thank you.